实用，你现在戴着眼镜也可以用。这个真的非常实用，坐飞机睡觉。你先拿起来，先拿出来。把它拆开来，拆开来。躺着滑手机，轻点。它很适合。躺着滑手机，这个躺着滑手机用的，它是反射镜，躺着滑手机的，有角度，对，有角度那个。躺着，你这个怎么用？哎，戴起来。好，肯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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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一块。不要下来哦。先拍照，先拍照，来立起来 ，OK， 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好 ，OK。他很多东西，他很多东西啦，就没有的。好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拍照，再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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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个，哦，我觉得阿杰这样比较好。别人的录像，对啊，别人的录像。这里面有比较我喜欢吃的，拿下这个。可以换，可以换。好来，哎，转过来，拿拍照。这是香皂吗？香皂。香皂。来，三二。看这边。等一下，每个都轮流说借我带一下。